这件衣服是古董衣服，然后就是，对，是一件古董衣，然后今天的风格就是，应该就是很受以前看以前那种好莱坞，就是很古，就是这种古董衣风格的好莱坞式的红毯这样子，对。对，是我的造型，就是我自己做的，对。没有，对。很满意。还蛮热的，对。非常开心。